黄三文清小学生斗嘴现场 Round One 经常看过原来萌萌福利都不理你你看你这没关系啊哎萌萌这个那个镜头里这么什么呀没有你是叫萌萌看三国里边林志玲叫那个是不是 Round Two 还没理你忙着呢没颜色在这逼逼的你小子刚好也就一个Round three， 真好吃。跟冠森老师的 rap 比起来差远了，一会儿在现场给大家放送冠森老师的唱歌。什么？走，等着吧你，我一会儿有点累。